掌握源头报价，不做三家韭菜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五，一个在华强北做二手机的背包客。关注我，所有二手机行情都在这里。直录主题，今日行情如下：天价十四系列这两天也是有小幅跌价，想必也是受到了淡季影响，用户购买力下降，导致市场调价。128G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在3230，相比之前少了30左右。128G 仍然，同时也到了一些黄色。3300相比之前刚出来这个配色的时候少了100，还行。256G 的呢也是有价无货。14 Plus 整体下探100，目前128G 的拿货行情在3550，也有到新配色黄色。14 Polo 的购买力并不强，相比年初入手这个机器的人，多半是因为 Polo 跟 PM 差价有700左右，所以当时 Polo 的购买力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现在同内存的情况下， Polo 跟 PM 仅仅只有200多的差价，所以基本不会考虑，除非是用不习惯大屏的。128G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在4770。14 PM 横盘不变，复制之前行情，128G 的拿货行情在4980，256G 的5580。目前14系列，个人觉得呢，也只有14 PM 值得入手。14 Polo 差价太小，14跟14 Plus 价格又太虚高，并不合适。13系列最近市场基本看不到几台新机，哪怕有报价的档口，基本到市场都被扫货的扫帚拿去炒货了。13行情不变，13 Polo 来了一些新货，128G 的目前市场行情在4500，相比前一两个星期呢，也是少了接近300左右了。但是市场货源并不充足，而且跟之前上面说的一样，相比13 PM 并没有多少差价，所以购买力也就一般了。13 PM 128G 的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在4700，复制之前行情不变。13系列的话，13跟13 PM 大小内存都还是比较不错，值得入手，浮动空间呢也不会有太大。老款系列基本还是复制之前行情不变，有需求的可以自行截图保存。最近很多粉丝都在问，有锁卡贴机是否可以升级还原。首先这个卡贴机呢，它的这个锁只是网络锁，限制你的插卡功能，你只需要使用卡贴加上自己的 SIM 卡插入手机，激活网络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。这个锁跟手机的功能是没有任何关系，可以随意升级还原。当然如果你是单卡用户，有写好 eSIM 的，还原手机导资料的时候要记得保留 eSIM 抹除数据，这样之前写的 eSIM 就还会保留，并且不影响手机导资料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所有内容，如果对你有所帮助，可以收藏或者加个关注，避免下次找不到我。